我读心姐姐帮你看啊，姐姐你看，还有讲一讲的很大声，你知道吗？宝贝，我都是在海角店吃三杯吃。好了，今天带大家来林森北路吃宵夜哦。这家店在我20年前就有企业家推荐我，可是呢，我一直都没有来过。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好小子。看一下呢，它这个摊位前面铺冰的海鲜，大概都怎样啦？明虾。大鱼卵、土托、现流海产，刚刚熏好的原血，还有葱油，葱油，葱油，还有鱼人鱼鸭卵，葱油，我弄好了。还有那个软丝要怎么做？软丝要炒青菜，炒酱油，还是用煎蒜？弹性很大。好了，看一下它的腌萝卜。这个状况下呢，是身体方面。等一下，院长，我把你录进去了。我姐讲的是这些，说什么专家要抽血，明天就前两天。我怎么想呢？哦，上过鱼头来了。哦，这一锅酱大两天就够了。我跟你讲，大蟹晚一天吃，我要补给你。哦，你没有？要补给，因为他抽烟，啊，我再补给你。放给谁了？放在房间。保收。哎，这锅的话，佮加加起来，我还有点，但我是还是有点螃蟹，这个螃蟹不行，我点鱼都有。螃蟹多一多，鱼其实煮起来。加了蒜苗，风味更不同。对。耶！炸过鱼头，热乎乎。佳佳，你来过这里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也没有。但是我知道这家很有名。这家非常有名。后面几只准没错。不要这样。你看它切得多漂亮，你看它切得多美。好会摆盘哦。来。院长，嗯，好会摆盘哦。嗯，这样的钱去一下。没有。古早味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哦，古早味红烧鱼哦，就喜欢这种古早味的烧法。嗯、主人 Mitch 这样说。嗯，我喜欢吃。哦，软丝了、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杯鸡，哇，三杯鸡吗？好多、哦。我用一零三不一定。我今天突然想吃三杯鸡，这是我临时加。三杯鸡哦，耶！还好你有临时加，我喜欢吃三杯鸡。好有 feel 哦，今天的菜。会会。再盖上来，等一下啦，麻油双腰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麻油双腰，跟腰子。这个是水莲肉丝哦。是，这是什么？乌鱼子。是什么？老板招待。对。哇，我们这桌是吃了多少钱啊？老板招待乌鱼子哎，哇！没有，我长得帅而已啦，没有来开玩笑。这个是鱿鱼啦，苏炸鹅啊。我们跟王瑞哦，可不可以问你，我们今天晚上吃这桌大概多少钱？大概多少钱哦？对啊，我还没有结米奇的账。我真的让我心里有一个底，我们下次来吃就知道了。大概12000左右吧。12000哦。12000。好，谢谢小哥，谢谢。你不能录这个影片，然后下次拿12000说，我都没有吃到12000的价值。大概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台式海产的魅力，站在店门口点东西了。